爱的姐姐，她叫做 Sandy 姐姐。我们一起大声的说 ，Sandy 姐姐，快出来！数到三了，准备哦，预备，一、二。我们两个是小福尼家族的粉红泡泡组合，小黑蓝色泡泡组合。你们先走开。好，我们谢谢乐乐哥哥跟波波姐姐，我们也再谢谢他们，一二三，谢谢乐乐哥哥，谢谢波波姐姐。好吗？大家好，我是小福尼家族身体好、精神好的 Sandy 姐姐。我们数到三说 Sandy 姐姐好哦，一二三 ，Sandy。好，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哦。那在这里 ，Sandy 姐姐要先讲一件事情哦。爸爸妈妈手上有拿到我们的抽奖券、摸彩券吗？等一下，我们这趴活动结束之后会摸彩哦。我们旁边有一个柜台，那边有可以投摸彩券的地方。如果你有拿到的话，可以写上你的名字投入摸彩箱；没有拿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的柜台也有发摸彩券，可以去写上小朋友的名字放入摸彩箱。等一下，我们会摸出很棒的礼物哦，想要吗？想要是不是？好，很棒。有人知道今天是大年初几吗？我来送礼物哦。啊，你知道是不是？那我们培养一个小默契好不好？手手请放下，手手请放下，收起来，看不到手手。好，等一下 Sandy 姐姐问过来问题，我会说，请问谁知道？如果你知道答案，哦，那你要赶快把手举起来，大声的说，我知道。我会选手举的最快。然后喊的最大声的小朋友哦，好，那我要来问问题哦，小朋友，请问一下，今天是大年初几？刚刚好像有跑过了，对不对？好，手蛇请放下，请问谁知道？好，来穿红色的弟弟，请问一下，今天是大年初几？大年初二，答对了，我要送你一个恐龙的礼物哦。也可以吃很多的食物，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如果吃凤梨代表什么意思吗？赶快问爸爸妈妈，吃凤梨代表什么吉祥话？你真的知道吗？好，手手请放下，好，准备好了吗？吃凤梨代表什么吉祥话呢？好，请问谁知道？好，我要请后面穿灰色的弟弟来，你来前面叫好不好？凤梨是什么意思？代表好运，怎么样？吃萝卜呢？过年吃萝卜代表什么吉祥话呀？代表有好什么什么？好，好，来，手手请放下哦。我要这样子看看谁手举的最快，喊的最大声啊！请问过年吃萝卜代表什么意义？请问谁知道？啊，这个穿红色背心的妹妹，请问是什么意思？好。好，这里头答对了，来，我送你一个礼物哦，送你一个礼物，哎呀，哎呦哎呦，来，新年快乐。好， Sandy 姐姐这里还有好多礼物，但我们要先来跳跳舞，跳完舞之后我们继续来问问题送礼物好不好？那如果你跳舞跳得很棒很厉害，我有看到的话也会送小礼物给你哦，好吗？
跳的这首舞叫做小狐狸之歌，我们一起说一次，小狐狸之歌。对，我们有一个魔法口诀哦，魔法口诀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遇到人的时候比这个手势的时候要说什么呢？对，我们要说恭喜恭喜，对不对？等一下 Sandy 姐姐如果说恭喜恭喜的时候，小朋友就要说恭喜发财，我们练习一次好不好？好，预备开始，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好，再大声一点好吧，再一次哦，预备开始，恭喜恭喜恭喜发财，好棒哦。那如果Sandy姐姐再说第二次恭喜恭喜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帮我说红包拿来，可以吗？可以吗？好，我们练习红包拿来哦，预备开始，恭喜恭喜，好棒！那我们可以全部连在一起练习一次吗？第一次要说恭喜发财，第二次要说红包拿来，可以吗？好，我们练习一次哦，看谁最厉害，我马上送一个小礼物，好吗？好，预备开始，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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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好棒，我要给穿 Elsa 的小妹妹一个礼物，好棒啊，恭喜你，你好厉害，对不对？全部都记得，好，那等一下我们跳舞的时候要记得哦，好吧？那我们现在要放音乐了，还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叫小狐狸之歌，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特别邀请一个神秘嘉宾，叫做小狐狸来到现场哦。我们数到三，一起说：“小狐狸快出来哦！”一、二、三，小狐狸快出来！我跟他 say hello， 小狐狸，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哟！小狐狸慢慢走，对不对？走楼梯要慢慢走，再走一个，再走一个，很棒哦！好，小狐狸走到这边，啊，很棒，好，跟小狐狸挥挥手 ，Hello，Hello， 好棒。那我问一下小狐狸，小狐狸，请问一下，你准备好了吗？好了，那台下的小朋友，你们准备？我看谁舞举得最高，哇，举得这么高，那我们一起倒数哦，会倒数吗？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好，比三个 pose 哦，好不好？爱心、小花、好开心，好，拍一拍手，走一走，好，比耳朵，尖尖的耳朵，眼睛。上黑黑的眼睛，好，在头上长爱心，加上一颗大爱心，好，大下巴，嘴巴，微笑的嘴型，肩膀好一抖，笑起来的不生气，肚子好大，肚子圆圆的，肚子好大，拍拍肚子，呼吸，拍拍肚子，小耳朵，小狐狸，好，勾勾脚，就是一只小狐狸，手手，突然小狐狸，看左边，看右边，带着耳朵。说啊，静静，对不起，对不起哦。
节，山地姐姐恭喜你，新年快乐！好的，那我们现在呢，邀请我们的乐乐哥哥出来跟我们一起跳第二支舞哦。我们数到三，一起说"乐乐哥哥，快出来！"好的。